啊，为什么两只会放在一起？这是袋鼠妈妈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只谁？袋鼠哥哥。袋鼠宝宝，他在干嘛？在吃。奶奶。奶奶。哎，答对了，谁讲的？好听哦，哎，他在说奶奶哦。啊，这只谁？他知道。妈妈的前面是不是有一个育儿袋？小袋鼠才可以装在里面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然后呢？它，你们看到那只这边这一只小袋鼠，它在干嘛？哎，它住在妈妈的育儿袋里面，在喝奶奶，就是它肚子饿。然后它，它长大一点点的，像这样子的时候，它就会跑出来外面玩了，对不对？Yeah.
跟小妹妹的时候，一直谢谢。我们看下一个是谁？好像你呢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对哦，是啊，